前几天我收到了来自四川成都粉丝送来的零食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零食开箱视频。来，我们来吃。想多想吃哦，五八六加。爷爷吃这个张飞牛肉，很香。花生啊，酒鬼花生。没有牙齿不吃哦，没有牙齿不能吃。我看不中啊。这个一般一般。成都特产麻曲糕，好有仪式感哦。嗯，吃看吃。有面吗？红汤糍粑，我还没啊。这个是像红毛蛋，要放糖哈。红毛鸡啊，好吃得很。你还没有吃，你还没有吃。嗯，好吃得很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定要吃的，这个成都特产，怎么躲糕？哪一个是哪一个？桂花糕、香芋糕啊，这个是桂花糕，油是闪闪的，应该是油寄过来的时候的火都呀呀呀呀的，之后就水水的。抵挡我抵挡，这个有意思，金针菇，好吃吗？甜的。爷爷不要吃辣椒，辣辣。马来西亚人不能接受。你已经变成洋人在讲普通话了。这个是什么？竹笋，爷爷的最爱。你看这，对呀，就这样。OK OK。东北西洋酸饭啊，不好吃，很酸很酸。啊？哎，辣椒，辣。啊，那个狗屎汤。对呀，爷爷挺牛。我没有吃过狗屎哦，我不懂啊。没关联，不讲我。麻辣香肠，哇！臭啊，我觉得超坏啊！你看，没有坏。这个我先拿去煮。爽溜土豆，哎，好哎，好。Oh my god！ 开袋即吃，真是白兔头。都看见了，看了，既然都来了。有想吃呢，想吃，来成，应该是马来西亚人都不能接受这个，啊，但是，甜甜甜甜，我人生第一粒兔头，不好意思，兔头我们不能接受 ，cannot， 这个张飞牛肉它是一块的哦，好饿，开袋即食，哦，收了没有？不一样，来爷爷吃先，不要。咸咸，觉得这个比较正常一些。呀，我跟着你哈，是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嗯，那 OK。红汤笋的，爷爷来吃。我要平肝酱。平肝锅。Last but not least， 小牛车钩。这个没有牙齿不能咬。看一下爷爷牙齿。他八十二。啊，我八十二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，所以你们有谁要我吗？香肠可以拿下来，那个应该是很隔离的东西，好臭哦！三两条啊！哇！你看，等下爷爷要脱发，这样显感到很幸福。粉丝这么撒养我们，不知道下一次我会收到哪一个神的零食呢？